通通都完成了
他们行政部门向国会报告的前序，三批加起来高达183亿美元，可以说是过去20年来金额最多的一次。这也代表着中华民国跟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越来越密切，因为按照美国政府，他必须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卫性的武器。同时，虽然中共跟美国有817公报，也就是在1982年8月17号所签的有关对台军售的公报，但是美方也有给我们做了6项的保证，保证军售不会跟中国大陆互商，保证没有截止的期限。同时呢，我们在这几十年来一直跟美方维持相当的关系，尤其是在我们上任之后，关系呢更为密切。2年前，美国国务卿希拉蕊·克林顿在夏威夷的时候，就公开的表示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安全跟经济的伙伴关系。我们目前国军建军备战，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防卫固守，有效合作。我们要采取创新跟不对称的方式，以量少而直精的战力呢，来维护台海的安全。我们知道，中华民国的空军一向是有非常光荣的悠久历史传统，忠勇的军功在过去10年当中，对台湾的保卫发挥了极大的功效。空军一向以坚强的精神作为优良的传统，现在有了 P-3C 型飞机，更能够在海上竞争跟水下反潜发挥很大的功用。今天我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典礼，内心感到非常的欣慰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，这183亿的军购，要分10多年的时间来逐步的能够交货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要非常努力的维系跟美国的安全的合作。我记得我在服役的时候，在海军后勤司令部，每看到一个装备，上面就会写着这个装备价值是多少多少银，请爱惜使用，妥善留意。这12项是P-3C级的科技，科技呢超过490亿台币，每一架都非常的昂贵。我也希望未来我们使用要非常的爱惜，维护要非常的妥善，让它发挥最大的力量，保卫台湾的安全，保卫我们民众的安居乐业。这是我们国军责无旁贷的任务，大家一起努力来打。最后，祝福大家胜利成功，谢谢各位。